有冇听人讲过成日都话人舐嘢撞嘢？其实大家有冇谂过舐嘢撞嘢其实有样睇嘅呢？想知嘅记得睇埋落去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 Hello. 欢迎大家嚟到今个星期嘅 Social Talk。头先 Intro 都讲咗啦，今日我哋最主要教大家如何分辨一个人究竟有冇舐嘢。有冇撞嘢？咁如果想留意我哋嘅留意開我哋嘅頻道，其實我哋之前都拍過一集類似嘅節目。陣間片尾咧，我會重新擺多一次條 link 嘅。咁今日有我法德師兄、法靈師姐同大家一齊做節目。好，法靈師姐交俾你啦。好，咁咧話說係幾年前發生嘅一件事情，咁令到我咧對於撞邪。舐咗嘢究竟係咩特徵嘅咧？咁因為其實話說我都嗰陣時影咗啲自拍相，去我都希望可以將來係有一個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嘅，係啦。咁等大家可以有所防備或者懷疑到自己出咗事喎咁樣樣嘅，係啦。咁啊當其時咧，咁我個狀況都真係幾差嘅，因為我係行到邊舐到邊嗰啲人嚟嘅，平時又唔做運動啊，咁跟住又唔中意曬太陽啦，係啦。咁仲要係遇到一啲比較奇怪嘅人，咁然後整咗啲嘢落去我嘅身上面啦，係啦，咁希望令到我係有啲迷糊狀況，咁而令到我可以好相信佢，然後將我啲錢啊可能俾咗佢咁樣樣嘅。咁我當其時好好彩咧，就係身邊有啲朋友係提醒，咁變咗就唔使話去。最後被人哋陷害到咁樣樣嘅，其實咁都係一個經歷啦，咁令到我都知道啊，原來即係撞邪嘅時候咧，係會咁樣情況，喺唔同平時出街可能沾染都唔好嘅氣場，完全一回事。咁都有類同嘅，但係咧係你直情有一個靈體係跟住我自己嘅情況，係真係嚴重嘅。咁法德師兄可以示範一下，當其時我係。因為有一位高齡朋友係話俾我知，因為當其時咧，我俾一啲靈體係搞咗一段時間啦，直情我自己啲靈感都乜都冇曬，好似覺得好冇問題，覺得自己冇問題啊，好精神啦、啊，都係瞓極都唔夠咁啫，係啦。咁我懷疑到原來，哦，唔怪之啦，成日膊頭重重，又唔知點解成日咧膊頭好攰，好辛苦，好條腰又痛啊，膊頭又痛，係唔知點解？休息完都係休息夠都係咁樣嘅咯，係啦。當其時係點樣樣咧？可以示範一下，係啦。咁就係、是、因為朋友講俾我聽，嗰個靈體就係咁樣樣攬住咗我嘅，係啦。咁我當其時咧即刻就要求救啦。咁好彩嘅就係、是有一啲相熟嘅朋友係識得一啲法科嘅方法去幫助我，咁而當其時我就都懷疑到自己係嗰個面色係好唔妥嘅啦，係啊，但係當然係人哋叮一聲我先懷疑啦，係啦，咁我大概可能講少少嗰個面色係點樣樣啦，係啦，咁即好似我哋做運動咁樣啦，做運動你係面色紅潤噶嘛，面色紅潤噶嘛，但係。即跟曬黑是兩回事嚟噶，你會發覺係塊面灰灰地、黃黃地。嗰陣時我係心諗嚇，係咪啲護膚品唔啱用咧？點解用極咧，我敷極啲美白 mask， 塊面都好似咁暗啞嘅？係啦，咁係當其時係不斷揾方法去，即係買啲護膚品去希望可以改善，但係唔得嘅，因為係原來其實我係舐咗嘢，咁跟住咧係你敷極。mask 都係個好似個人好 dry 咁，塊面咧係枯黃啦、暗啞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最明顯嗰個我教大家就係睇對眼啊。因為當其時咧，我係揾咗求助之後咧，清咗啦。咁都要咁，當然唔係一時三刻即刻就已經可以個人完全恢復啦。咁我就當其時影咗張相，係啦。係影咗張相嘅，咁大家好明顯就會睇到個分別。咁我就冇美圖秀秀過嘅，係啦，冇編輯過嘅。咁我相片咧，好明顯睇到邊對眼係最有問題嘅。咁有問題嗰對眼咧，係特別灰灰，有層嘢喺度嘅，唔知大家睇唔睇到？咁跟住同埋咧就係、是、最 focus 唔到，聚焦唔到咁樣嘅對眼係冇咗神咁樣咯。所以點解成日講話靈魂之窗，靈魂之窗就係咁原因認唔對眼咯。咁咧當其時，因為我係好似被鎖咗魂咁樣樣啦，咁嗰對眼就係咁樣啦。一落嘅時候咧，咁一個星期嘅就呢三張相影嘅時候，咁我自拍啦。咁然後咧開始個人咧就清醒啦，咁嗰對眼都清澈咗噶，
係啦，大家就會睇到係哦，原來咁樣樣咯，係啦。咁同埋我想講咧，其實我就自從學咗法之後咧，就更加明白原來對眼咧，即好似法德師兄，你哋可以睇到佢對眼，可以睇翻佢以前啲片啦，佢對眼係越嚟越清晰啦，同埋係有嗰個神情喺度嘅，係。亦誒炯炯有神嚟形容啦，係啦，大家可以睇到一啲大法在身嘅人，或者係有一個善良嘅人啦，或者係一個其實係睇到有對眼可以睇得出佢哋嗰個氣場啦、那個情況嘅，係啦，咁黑白分明，同埋係有嗰對眼咧係好聚焦到嘅，好有神情嘅。係啦，但係我有發現到，因為其實我都其實自己資料搜集咗一段時間，同埋去周圍去留意人嘅眼啦。咁我留意到咧，有啲人黑白分明嘅對眼真係，但係嗰對眼好似係假假地嘅，好似一個洋娃娃公仔嗰種咧。大家可以留意啊，呢種咧就唔同炯炯有神啦，嗰種其實咧就已經係有靈體，甚至乎喺身體裏邊㗎啦。係啦，咁就有啲情況就係、或者咁講啦，精神唔夠有病嘅話咧，嗰對眼都會爭啲嘅，真係。你可以留意到咧，其實一個人咧，如果佢精神健康狀況啦、身體生理心理狀況，同埋以及咧佢哋個運氣夠高嘅時候咧，氣場夠強嘅時候咧，嗰對眼就黑白分明，炯炯有神嘅，係啦。咁就可以由對眼睇到啦，咁你頭先亦都講過由嗰個氣色度睇到啦，係啦，咁繼而仲有啲咩方面可以再面色啦？面色係啦，面色灰灰黃黃暗暗嗰啲就係、是、都係精氣神唔夠，或者甚至乎可能係有被靈體干擾嘅個情況啦，係仲有咧？印堂發黑啦，最易睇啦。係啊，大家可以留意，即係可能當你做運動之前影一張相，同做運動之後影一張相都有啲唔同。是真的，真的做運動是排了一些不好的氣場，不要說靈異的東西，其實面色夠紅潤呢，是的，會有分別的，有些人呢是咦這麼黑的，為什麼？但是呢明明好像沒有曬過的，都黑，那就要留意一下。那種是窿黑，如果健康黑，好像我這些呢曬太陽做運動的黑是不同的。紅紅地的，那個底是紅的，那種是不同的。窿黑的話可以留意一下市面上一些靈異節目的主持人，有些都挺窿黑的，大家自己我不講邊個了，自己分辨一下，是窿黑去分辨到底這個人，尤其是探靈那些，探靈那些我是主張不要探靈的、另外還有一種就是、紅好像很紅潤樣，但那些是不健康的紅，大家都要留意這一方面，不健康的紅不代表有靈體，但是會是黑仔到一個極點都會是不健康的紅，是啦，從一個氣色、眼神、可以看到一個人他們的、那個狀況的高低啦，是啦，撇開靈異的就是這樣分別，是啦，當然是一個精神狀態好，還有沒有其他負能量光擾的情況之下，個人呢最簡單說就是你很夠精神的，你就算睡得不是很久都會充飽電的樣子，人的感覺就是不會說周身腰酸骨痛、多病痛、或者是、周不時都傷風感冒的這樣樣咯。如果一個精神狀態一個能量夠強的時候呢，其實是會、就是、個健康各樣、甚至乎情緒都會穩定一點的，是的，咁我哋就有機會再繼續探討有關嘅話題。咁其實我都仲有嘢想講嘅，關於其實上一集我有提及到嘅，揾機會再同大家講。講咩？到時你咪知咯。係、哦、大家想唔想知道咧？如果頭先我所講嘅面相啊、面黑咧，有咩解決方法？想知嘅記得睇下集啦。好啦、啊，好中意我哋嘅頻道，記得訂閱。讚好同埋分享啦，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